原标题：林彪的三个亲生子女，女儿想带遗骨回国安葬，却至今没护照。林彪是中国的十大元帅之一，单凭这一点来说，他的功劳不可磨灭。不过笔者今天不讲林彪，而是要和大家说说他的三个亲生子女。一般人一直都以为林彪只有两个孩子，其女儿林豆豆和唯一的宝贝儿子。不过在他的第一段婚姻中，他和有着陕北一枝花之称的张梅、曾玉有一女，取名为林小林。他因为长期跟随张梅生活，身份比较尴尬，因此一直以来他都是比较低调的。如今的他已经是年过70岁的退休老人，生活单纯低调，几乎没有媒体去打扰他。至于林彪的宝贝儿子，则是跟随他一起葬送异国他乡，如今被公众熟知的也就只有林豆豆了，大名叫林立恒，曾担任过空军报的副总编，那个时候的他也算是名人。展开全文，在1974年7月之后，他得以和男朋友张青林继续交往，当年两人就申请结婚了。他的丈夫张青林还是一个比较不错的男人，在明知当时会被送到农场劳动和承受外界压力的情况下，依然选择和林豆豆结婚。之后两人被送到了河南开封的一家农场，林豆豆和丈夫过起了男耕女织的生活，养鸡喂猪种地都干过，直到一年后才重新进行了工作安排，林豆豆成为了汽车厂的工人。直到1987年，林豆豆才调回北京，在社科院工作，在2002年时退休了。至于她的丈夫张青林，则是在卫生部门工作，因此两人的工作和生活是没有问题的。在林豆豆退休后，当时黄刚是出资在北京开了一家酒楼，由于是老家的，于是林豆豆被聘请为董事长兼总经理，这也就是外界流传他当老板的事。不过他几乎很少去店里，虽然林豆豆已经年纪很大了，但他对父亲还是没有忘记的。在坠机40周年的时候，许多人都去了蒙古的温杜尔汗，并前往准确的地点贝尔赫。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